向中請議員翻嚟。終審庭贏咗你嘅時候，你係咪俾翻錢？都唔止一餐飯，嗰啲仲費。
會議恢復。陳志全議員，請你動議第624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以上的第624項修正案，削減1140萬，相當於教育局局長辦公室的全年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陳志全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我不明白，大家都是花了一些氣力才爭取到這裡一個議席，那應該很喜歡坐在這裡才對，為什麼往往是走的時候這麼開心，回來又這麼辛苦的呢？是被困在這裡，其實是被拉布造成的，不是說我們希望拉布，我們現在希望盡快剪到快布去。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1位出席，沒有人贊成，17位反對，沒有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7位出席，2位贊成，11位反對，沒有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請你動議第625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以上的第625項修正案，削減1130萬元，相當於教育局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就員工薪酬及附帶福利的全年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陳志全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1位出席，沒有人贊成，17位反對，沒有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7位出席，2位贊成，12位反對，沒有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請你動議第626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以上第626項修正案，削減790萬，相當於教育局就學與教的資源和材料的全年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陳志全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
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1位出席，沒有人贊成，17位反對，沒有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6位出席，2位贊成，11位反對，沒有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梁國雄議員，請你動議第627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載列於講稿附錄二的第627項修正案，削減5,159,000元，相當於教育局就員工的強制性公積金供款的全年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國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1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2位出席，沒有人贊成，18位反對，沒有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7位出席，2位贊成，11位反對，沒有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請你動議第628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以上的第628項修正案，削減338萬，大約相當於教育局局長的全年薪酬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陳志全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1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1位出席，沒有人贊成，18位反對，沒有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6位出席，1位贊成，11位反對，沒有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請你動議第629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二上面的第629項修正案。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陳志全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1分鐘。
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0位出席，沒人贊成，17位反對，沒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5位出席，1位贊成，11位反對，沒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請你動議第630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以上的第630項修正案，削減250萬，相當於教育局就教師專業發展課程的全年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陳志全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1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0位出席，沒人贊成，17位反對，沒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6位出席，1位贊成，12位反對，沒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請你動議第631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二上面的第631項修正案，削減220萬，相當於教育局副局長的全年薪酬預算開支。現在我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陳志全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1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0位出席，沒人贊成，17位反對，沒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6位出席，1位贊成，12位反對，沒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請你動議第632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以上第632項修正案。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陳志全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1分鐘。
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0位出席，沒人贊成，17位反對，沒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6位出席，1位贊成，12位反對，沒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請你動議第633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二上的第633項修正案，削減1,180,000，相當於教育局局長政治助理的全年薪酬預算開支。讓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陳志全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19位出席，沒人贊成，16位反對，沒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6位出席，1位贊成，12位反對，沒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再請你動議第634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以上的第634項修正案。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陳志全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議員，19位出席，沒人贊成，16位反對，沒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7位出席，2位贊成，12位反對，沒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請你動議第635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上的第635項修正案，削減500,000，相當於教育局就基本法教材資源的開發工作全年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陳偉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議員十九位出席，冇人贊成，十六位反對，冇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嘅議員十八位出席，三位贊成，十二位反對，冇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請你動議第六百三十六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以上的第636項修正案，削減1億1378萬9000，相當於運輸及房屋局運輸科員工個人薪酬下薪金的全年預算開支。現在我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就付諸表決。陳志全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開始表決，梁志祥議員。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十九位出席，冇人贊成，十六位反對，冇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十八位出席，三位贊成，十二位反對，冇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再請你動議第六百三十七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以上的第六百三十七項修正案，削減4589萬9000元，相當於運輸及房屋局運輸科的一般部門開支的全年預算。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就付諸表決。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
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0位出席，沒人贊成17位反對，沒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7位出席，3位贊成11位反對，沒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梁國雄議員，就請你動議第638項修正案。多謝主席，我動議載列於講稿附錄二的第638項修正案，削減1150萬元，相當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辦公室的全年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國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1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19位出席，沒人贊成，17位反對，沒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7位出席，3位贊成，11位反對，沒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請你動議第639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以上第639項修正案，削減4,675,000元，相當於運輸及房屋局運輸科員工個人薪酬下津貼的全年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陳志全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1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19位出席，沒人贊成，17位反對，沒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7位出席，3位贊成，11位反對，沒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現在請你動議第640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以上的第640項修正案，削減355萬，削減運輸及房屋局運輸科
填補機場，唔係跳咗，削減大約相當於運輸及房屋局運輸科員工個人薪酬下的津貼全年預算開支。你而家呢行咧640行就應該你正話講係啱嘅。哦，再嚟，削減運輸及房屋局運輸科填補機場擴建工程統籌辦公室嘅職位空缺嘅全年預算開支。唔該，主席。以上各位提出嘅待決議題係陳志全議員動議嘅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議員19位出席，冇人贊成17位反對，冇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議員17位出席，3位贊成11位反對，冇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梁國雄議員，請你動議第641項修正案。多謝主席，我動議載列於講稿附錄二的第641項修正案，削減3384960元，相當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全年預算薪酬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國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19位出席，沒有人贊成，17位反對，沒有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7位出席，3位贊成，11位反對，沒有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請你動議第642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二上面的642項修正案。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陳偉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
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議員十八位出席，一位贊成，十六位反對，冇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議員十六位出席，十九位出席，三位贊成，十三位反對，冇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梁國雄議員，請你動議第六百四十三項修正案。多謝主席，我動議載列於講稿附錄二嘅第六百四十三項修正案，削減三百一十萬二千八百八十元，大約相當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薪金起薪點的十一個月的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國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開始表決。唔夠人。請議員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議員十九位出席，冇人贊成，十七位反對，冇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議員十六位出席，一位贊成，十二位反對，冇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梁國雄議員，請你動議第六百四十四項修正案。多謝主席，我動議載列於講稿附錄二嘅第六百四十四項修正案，削減二百八十萬零八百元，大約相當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薪金起點嘅九個月嘅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國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反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
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1位出席，沒有人贊成，19位反對，沒有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7位出席，2位贊成，12位反對，沒有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梁國雄議員，請你動議第645項修正案。各位主席，我動議載列於講稿附錄二的第645項修正案，削減2,538,720元，大約相當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薪金起點的9個月的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國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1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1位出席，沒有人贊成，19位反對，沒有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議員，16位出席，2位贊成，12位反對，沒有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請你動議第646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以上的第646項修正案，削減2,370,000，相當於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一職全年薪酬的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1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0位出席，沒有人贊成，18位反對，沒有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7位出席，2位贊成，12位反對，沒有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梁國雄議員，再請你動議第647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載列於講稿附錄二的第647項修正案，削減2,256,640元，大約相當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薪金起點的8個月的預算開支。
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國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開始表決。穆乃光議員，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議員20位出席，冇人贊成，18位反對，冇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嘅議員16位出席，2位贊成，11位反對，冇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梁國雄議員，請你動議第648項修正案。多謝主席，我動議刊載於講稿附錄二的第648項修正案，削減1974560元，大約相當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起薪點的7個月的預算開支。現在我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國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0位出席，沒有人贊成，18位反對，沒有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6位出席，2位贊成，11位反對，沒有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梁國雄議員，請你動議第649項修正案。多謝主席，我動議載列於講稿附錄二的第649項修正案，削減1692480元，大約相當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薪金起點的6個月的預算開支。現場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國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
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19位出席，沒有人贊成，18位反對，沒有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6位出席，2位贊成，11位反對，沒有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梁國雄議員，請你動議第650項修正案。多謝主席。我動議再列於講稿附錄二的第650項修正案，削減141,400元，大約相當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薪金起點的5個月的預算開支。現在我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國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1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0位出席，沒有人贊成，19位反對，沒有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6位出席，2位贊成，11位反對，沒有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請你動議第651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二上的第651項修正案，削減1,180,000，相當於運輸及房屋局政治助理一職全年薪酬的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陳志全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1分鐘。開始表決。請向中議員回來投票。
噶啦。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二十一位出席，冇人贊成；二十位反對，冇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十四位出席，兩位贊成，九位反對，冇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梁國雄議員，現在請你動議第六百五十二項修正案。多謝主席，我動議載列於講稿附錄二的第六百五十二項修正案，削減118,320元，大約相當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薪金起點的四個月的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國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二十二位出席，冇人贊成；二十一位反對，冇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十三位出席，兩位贊成，八位反對，冇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梁國雄議員，請你動議第六百五十三項修正案。代理主席，我動議載列於講稿附錄二的第六百五十三項修正案，削減846,240元，大約相當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薪金起點的三個月的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國雄議員動議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二十二位出席，沒有人贊成；二十一位反對，沒有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十三位出席，一位贊成，九位反對，沒有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梁國雄議員，請你動議第六百五十四項修正案。多謝主席，我動議載列於講稿附錄二的第六百五十四項修正案，削減846,240元，
大約相當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薪金起點的三個月的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國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中響一分鐘。請議員關掉啲響鬧嘅裝置。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議員22位出席，冇人贊成，21位反對，冇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嘅議員14位出席，2位贊成，8位反對，冇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梁國雄議員，請你動議第655項修正案。多謝主席，我動議載列於講稿附錄二的第655項修正案，削減280,080元，大約相當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薪金起點的1個月。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國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議員22位出席，沒有人贊成，全部反對，沒有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4位出席，2位贊成，8位反對，沒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梁國雄議員，請你動議第656項修正案。多謝主席，我動議載列於講稿附錄二的第656項修正案，削減3,620,000。相當於發展局就起動東九龍的全年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國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
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3位出席，沒人贊成，22位反對，沒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4位出席，2位贊成，8位反對，沒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請你動議第657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以上的第657項修正案。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陳志全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1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3位出席，沒人贊成，22位反對，沒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4位出席，1位贊成，9位反對，沒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請你動議第658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二上面的第658項修正案，削減30,090,000，相當於發展局公務科員工個人薪酬下津貼的全年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陳志全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1分鐘。有中請議員翻嚟。
咁樣。請議員表決。陳志全議員，請你表決。得係咁斬啊！你試下撳啊！撳唔到咯，撳唔到。單單係咁都同時斬緊。工作人員，你講講你嗰個表決嘅意向。我贊成。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表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2位出席，冇人贊成，21位反對，冇人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3位出席，1位贊成，8位反對，冇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現在請你動議第659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以上的第659項修正案，削減100萬，相等於發展局公務科就填補起動東九龍東兩個公務員職位空缺的薪酬全年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陳志全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1分鐘。我點啊？我要簽名。好著個表決燈字啦，叫咗人翻嚟先。請議員翻嚟先。好了，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3位出席，冇人贊成，21位反對，1位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3位出席，2位贊成，8位反對，冇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請你動議第659項修正案。660啊。660項，對唔住。係啊。660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以上的第660項修正案，削減1億3400萬，相當於香港電台電視部用於時事及公共事務服務的全年總開支。
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陳志全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4位出席，沒有人贊成，22位反對，1位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4位出席，2位贊成，8位反對，沒有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請你動議第661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以上的第661項修正案，削減2,307,000元，相當於香港電台廣播處長以職級頂薪點計的全年薪金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陳志全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開始表決。胡志偉議員，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2位出席，沒有人贊成，20位反對，1位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3位出席，3位贊成，7位反對，沒有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梁國雄議員，請你動議第662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載列於講稿附錄二的662項修正案，削減2,239,000元，大約相當於廣播處長薪金起薪點的全年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國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
開始表決。要叫議員回來，請議員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3位出席，沒人贊成；21位反對，1位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2位出席，1位贊成，8位反對，沒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梁國雄議員，請你動議第663項修正案。多謝主席。我動議載列於講稿附錄二的第663項修正案，削減2053150元，大約相當於廣播處長薪金起薪點的11個月的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國雄議員動議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1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3位出席，沒人贊成；21位反對，1位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3位出席，1位贊成，8位反對，沒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梁國雄議員，請你動議第664項修正案。多謝主席。我動議再刊列於講稿附錄二的第664項修正案，削減1,866,500元，大約相等於廣播處長薪金起薪點的10個月的預算開支。
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國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3位出席，沒有人贊成，21位反對，1位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3位出席，1位贊成，8位反對，沒有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梁國雄議員，請你動議第665項修正案。多謝主席。我動議載列於講稿附錄二的第665項修正案，削減1,679,850元，大約相當於廣播處長薪金起薪點的九個月的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國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4位出席，沒有人贊成，21位反對，1位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3位出席，1位贊成，8位反對，沒有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梁國雄議員，現在請你動議第666項修正案。多謝主席。我動議載列於講稿附錄二的第666項修正案，削減1,493,200元，大約相當於廣播處長薪金起薪點的八個月的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國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
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6位出席，沒有人贊成，23位反對，1位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2位出席，1位贊成，8位反對，沒有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梁國雄議員，請你動議第667項修正案。多謝主席，我動議載列於講稿附錄二的第657項到667項的修正案，削減1,306,550元，大約相當於廣播處長薪金起薪點的7個月的預算開支。現在我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國雄議員動議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1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6位出席，沒有人贊成，23位反對，1位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2位出席，1位贊成，8位反對，沒有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梁國雄議員，再請你動議第668項修正案。多謝主席，我動議載列於講稿附錄二的第668項修正案，削減119,900元，大約相當於廣播處長薪金起薪點的6個月的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國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1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6位出席，沒有人贊成，23位反對，1位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3位出席，1位贊成，8位反對，沒有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梁國雄議員，現在請你動議第669項修正案。多謝主席，我動議載列於講稿附錄二的第669項修正案，削減93萬三千
250元，大約相當於廣播處長薪金起薪點的5個月的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國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6位出席，沒有人贊成，23位反對，1位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4位出席，2位贊成，8位反對，沒有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梁國雄議員，請你動議第670項修正案。代理主席，我動議載列於講稿附錄二的第670項修正案，削減746,600元，大約相當於廣播處處長薪金起點的4個月的預算開支。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國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4位出席，沒有人贊成，21位反對，1位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5位出席，2位贊成，9位反對，沒有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梁國雄議員，請你動議第671項修正案。代理主席，我動議載列於講稿附錄二的第671項修正案，削減559,950元，大約相當於廣播處處長薪金起薪點的3個月。的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國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
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議員24位出席，冇人贊成，21位反對，1位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5位出席，2位贊成，9位反對，冇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梁國雄議員，請你動議第672項修正案。多謝主席，我動議載列於講稿附錄二的第672項修正案，削減373,300元，大約相當於廣播處長薪金起薪點的2個月的預算開支。現場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國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1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4位出席，冇人贊成，21位反對，1位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3位出席，2位贊成，8位反對，冇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請你動議第673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二上的第673項修正案，削減350,000，相當於香港電台就轉播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的全年預算開支。現場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陳志全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1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5位出席，冇人贊成，22位反對，1位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3位出席，2位贊成，8位反對，冇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梁國雄議員，請你動議第674項修正案。多謝主席，我動議載列於講稿附錄二的第674項修正案，削減186,000
650元，大約相當於廣播處長薪金起點的一個月的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國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4位出席，冇人贊成，22位反對，1位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4位出席，2位贊成，9位反對，冇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現在請你動議第675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以上的第675項修正，削減3,7719,700元，相當於差餉物業估價署員工個人薪酬下薪金的全年預算開支。現在我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陳志全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4位出席，沒人贊成，22位反對，1位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4位出席，1位贊成，9位反對，沒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請你動議第676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以上的第676項修正案，削減7,608,800元，相當於差餉物業估價署一般部門開支的全年預算。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陳志全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
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4位，出席沒有人贊成，22位反對，1位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4位，出席1位贊成，9位反對，沒有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在請你動議第677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以上的第677項修正案，削減2254萬元，相當於差餉物業估價署臨時僱員的全年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陳志全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1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4位，出席沒有人贊成，22位反對，1位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4位，出席1位贊成，9位反對，沒有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請你動議第678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以上的第678項修正案，削減398萬4千元，相當於差餉物業估價署員工個人薪酬下的津貼的全年預算開支。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陳志全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1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4位，出席沒有人贊成，22位反對，1位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4位，出席1位贊成，9位反對，沒有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請你動議第679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以上的第679項修正案，削減4977萬2千元，大約相當於選舉事務處員工個人薪酬下薪金的全年預算開支。而
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陳志全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3位出席，沒有人贊成，21位反對，1位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4位出席，1位贊成，9位反對，沒有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請你動議第680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以上的第680項修正案，削減1443萬元，大約相當於選舉事務處一般部門開支的全年預算。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4位出席，沒有人贊成，22位反對，1位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6位出席，2位贊成，10位反對，沒有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現在請你動議第681項修正案。主席，我動議通過會議講稿附錄以上的第681項修正案，削減1105000元，相當於選舉事務處個人薪酬下津貼的全年預算。現在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
開始表決。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20位出席，沒有人贊成，22位反對，1位棄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6位出席，2位贊成，9位反對，沒有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會現在暫停，8時正恢復。